Yep. 你好啊。啊，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忙？我要房租。哦，很好。因为我的宿舍太小，所以我来搬出。我搬出来住。哦，太好了，你要不要签约？我先要看你们的公寓，好吗？哦，很好，请跟我来。好。这是你的公寓，有四个人，四个卧室，一二三四，有两个厕所，有一个客厅和一个厨房。嗯，好好，有电视吗？哦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电视。嗯，好，每个月多少钱？每个月220块。可以有宠物吗？哦，都可以。哦，你的室友有一匹马。一匹马？行。我现在可以签约吗？哦，可以可以。在这里。谢谢您。好，谢谢。再见。再见。嗯。下个星期。在医院。你好，医生。哦，你好，哦，你怎么了？我生病的厉害了。哦，怎么会？我的室友有一匹马，他的马名字是贝勒。他把他的马。进来我的卧室，然后他的马来咬我，哦，所以我生病了，真的不好，不好笑，哦，不好笑，对不起，我应该怎么做？嗯，你应该回家，回家，休息，休息，喝水，喝水，吃药，吃药，喝。吃马肉，吃马肉，吃马肉。对。嗯，我在哪可以买马肉？你的室友有一匹马。有。啊。好了。完了。